好，那各位，那我们来看呢，今天佛法概论最后一堂课最后一堂课。那诸位在谈到最后一堂课，就是要谈到开悟了啊。但是诸位，但是要开悟，那怎么样修行才能开悟呢？但诸位，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并不是谈说怎么修行才能开悟的。对，自己怎么修行才能够开悟呢？对，那是你要得有机会呢，每个月去上一些禅修的课程。也就是说，我们呢，先呢，给你做一个整体的报告，让你知道说呢，修行它是一个目的的，然后呢，它要经过呢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首先呢，我们看今天呢，这一节课的题目叫做正觉与解脱啊。那所以正觉原则上呢，这里面的正觉是简称，它的学名应该是讲无上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正觉呢，讲的就是成佛的意思。成佛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以无上正等正觉，假设这样分呢，这里面的正觉呢，就是呢阿罗汉，那正等正觉呢，就是菩萨，无上正正等正觉呢，就是佛，假设以这样分的话。但是呢，以今天这个主题呢，这里面的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讲的呢就是佛的程度。那这个解脱呢，讲的呢是声闻弟子作为声闻弟子。那一天刚好有同学在问我说呢，师父有谈到声闻，怎么没有谈到缘觉或者独觉呢？各位，我跟各位报告哈。事实上呢，佛弟子都叫做声闻弟子，统称呐、包括菩萨跟佛来比，还是属于声闻什么弟子啊？你要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他是听佛开示而成就者，无论他成就哪一个阶段，都叫做声闻弟子。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你的老师。那这一般都是我的学生，但是你们学生当中，你的程度有什么？有高低不同。假设有第一名，有最后一名，不论是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统称都叫做什么？我的学生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看到佛跟声闻弟子其他都叫做声闻弟子你要这样分。那如果谈到说三乘，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这叫做三乘佛法，所以你要看他到底现在所讲的对象是针对哪个对象呢？大概讲。那所以我们一刚开始先要谈解脱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次第的。那各位，那解脱呢？各位，解脱什么呢？诸位，解脱自己的心。在阿含经里面，他当中谈这样的名词呢，心解脱。心解脱呢，就是你心已经得自在了，这叫心解脱嘛。所以我们常讲说，什么人绑着你？当然是自己绑着我，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心绑着自己。所以呢，我们心呢不得而解脱。那所以呢，我们是凡夫嘛所以呢，解脱谈的就在谈呢这个问题啊。那说呢，我们谈到呢，要再谈解脱，就是说我们如何呢，从一个凡夫，一直呢透过修行，一直到解脱呢，他当然要有个次第他当然要有个次第。那他的次第没有离开呢，闻。思修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次第。也就是说，各位，你现在不论你修学呢哪一个呢法门，
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常讲说哦，悟悟悟，比如说开悟开悟，所以这个悟呢，当然有很多的层次。但是呢，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哈、是这么说的。啊，所以如果说你去读《阿含经》的系列的这些书，你可以看到它有个次第啊。也就是说呢，它刚开始呢，它前面呢叫做显，后面呢叫做圣，啊叫圣显，有没有？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呢，对，透过闻。经闻佛法而知道佛法叫做闻慧，接着思维，透过思维而深入了解佛法就叫做思慧。所以呢，闻思都已经懂了就叫做见道啊。所以这个阶段闻思呢都已经懂了就叫做见道，这就是我们常所讲的悟后什么起修了啊，悟后起修。那各位，那当然了、这样的悟有时候跟禅宗所讲的大彻大悟不一样，不太一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所以各位有时候悟呢，我们要看它悟的程度，但是我们一般呢所讲的悟呢，都是讲见到。这个阶段的悟啊，诸位，就像说六祖大师，他听闻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呢大悟啊。刚刚悟事实上应该是属于这个阶段，他悟了，也就是说他悟到了什么？他悟到呢啊，什么叫做佛法？他悟到那个真正的道理，所以这叫见道的。那所以各位，所以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哦都来听一节课，但是你真的有下去思维吗？那你什么时候你才愿意老实的去思维呢？我们之前所教过那个佛法，各位所教过的佛法，比如说呢，你真的明白这个三宝经吗？你真的明白四圣谛吗？你真的明白缘起性空吗？你真的明白吗？那是因为你听我讲，你是有印象，但是呢，你没有去思维，你或许不明白，你真的不明白。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平常有空你要去思维。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第三周是成我知道的课。我们现在都是呢，一天呢上两个小时的课，其他的时间呢，都是让同学去思维呢，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比如说我们下个月的主题呢，每个人要透过思维讲出四圣谛，我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你好，回家去思维四圣谛。然后接着呢，有没有啊？各种呢派人呢讲四圣谛给我听啊，所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我无所不用什么奇迹啊！我贴什么做什么，对不对？你既然呢可以想去进修啊，我就要助你一臂之力。啊，所以对，但是你自己没有去上课的同学，你们自己要去思维的人，思维佛法，你真的要去思维啊。那所以呢，你没有这么做这个阶段，你是没办法见到的啊。所以禅是什么？禅叫做经历，就是静静的思维，思维呢化意啊。你真的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各位，那如果思维华义，假设你懂了，你才能够呢修道，也就是说什么，
依法修行嘛，对不对？那依法修行，你要明白法，你不明白法，你要依什么修行？依胡思乱想，或是依自己的想法修行啊？对，那你不是乱修一通吗？所以到最后呢，才会什么？才会真正的正道啊！所以这就是呢，一个闻思修正的次第啊，闻思修正的次第。所以按照这样的角度，你就可以知道，见道呢是闻思，修道呢是修，正道就是正，有没有？啊，看次第很清楚啊，所以啊，这是他一个修行的次第。那各位，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次第正果，也就是说啊，各位，我们现在修行呢，我们现在还是呢，先从第一个叫做短期目标，就是出国啊，短期的目标叫做出国，一直呢到达呢，各位啊，四果阿罗汉。谈到四果，我就回想到四果宾，这种在心里，这种在心里啊。关于为什么叫四果宾啊？那各位呢？那我们来先来看呢，你现在啊，你现在要从一果一果证，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什么？出果。也就是说，你从一个凡夫啊。一直呢到证悟出果这一段，事实上是最困难的。为什么呢？事实上，只要进入出果呢，就叫做圣。哦，他的统称呢是一个圣者。啊，进入出果呢，就叫做圣者。在出果之前呢，或许你有些修行，可以叫做行者。啊，圣行。那你要呢？各位，假设你只要呢，对，证悟到出果，接着我就恭喜你了。接着二果、三果、四果呢，有没有？这只是什么？可待。而且呢，哈、哦，有的人可能很快，有的人可能很快。那有的人纵使呢，对，不那么快，你呢，对，有日呢，你也可以渐渐呢，对，一果一果上去。啊，所以诸位，第一个挑战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目标。啊，不知道我们现在这里，不知道已经有没有出国了？啊，有出国了，就跟我的啊打个 pass。好，那各位，那你现在呢？他这个呢？哈、哦，修行的次第啊，你看呢？黑板。修成四种道果智，那诸位，道果智呢有没有？就是呢四果的意思啊。他只要呢证悟每一果，他当然智慧就越来什么越高。但是呢，你要呢修成四果，你就要断除呢。十劫啊，所以这个劫的意思呢，就是一种束缚的意思啊。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哎呀，你那个心戒啊，有没有还得改啊？所以这个劫呢，是一种束缚的意思。也就是说，诸位，你要呢破除啊十种的束缚，你才能够一一的过关。所以各位，这个你一定要很清楚啊。然后呢，你才能够按照这样的来修行，你才能够知道你现在的程度啊，知道现在的一个程度。那各位，那我们想要去断这个十劫，那开始呢，我们开始要来谈了啊。各位，你看第一个呢，出果须陀洹。好，各位。什么样呢的程度才能够叫做证悟出果呢？啊，诸位，我们一直在诵《金刚经》啊，对吧？听说我们一天到晚什么，一天到晚在诵。
但是呢，但是你不见得很了解这四果它真正怎么修行，你只知道它有这个名词。那各位，那原则上呢，我们有十个根结，所以呢，初果呢，首先呢，就先破什么？前面三个根结，先破前面三个。那所以前面三个，就我之前讲过的，它是最重要，最重要。也就是说，你要成圣成缓呢，就在这个过程。那所以实际上这四果，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什么重点？我们现在重点实际上是摆在这边，因为这个部分呢是很实际的，而且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是你必须要什么去达成的啊。那各位，那么先首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呢叫做破身见结啊，归因是三个结嘛，有没有啊？那各位，什么叫破身？什么叫身见呢？啊，诸位，身见就是我见，就是我啦。简单这么讲，各位，破身见呢，就是首先要破我执啊，我的执着了。那事实上呢，我们一刚开始呢就面临到一个重点呢，面临到什么重点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呢，就是因为呢我的执念而升起的痛苦。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产生我的执着？对，因为我们今天呢不明白呢啊，身心呢是五蕴所组成的，所以你的身体呢是地水火风组成的，你不明白，所以你执着你的身，你的心呢是受想行识啊，它所那个缘起缘灭的，所以你不明白，所以你执着你的心，所以呢，你现在对你的身心呢，并没有那个。去彻底呢去知道啊，身心当中是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什么不变的实我。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你的执着一定存在，当你的执着存在，你的痛苦呢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更糟糕的是什么呢？你从第一个迷失而造成呢无数的迷失，各位这样讲，你从第一个迷失而造成无数的迷失。此话怎么讲呢？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的诸法无我，你不知道呢五蕴身心并没有一个对不变实体的我，因为你不明白，所以呢你这个呢齁起点呢你已经偏差了。好，接着呢你会产生其他更偏差的概念，接着你会产生第二个偏差的概念，叫做我所。整个阿含经都在谈我所这个问题。因为呢对我执着有我，所以我执着呢有我身边的人事实地物，有我身边的家庭事业妻子儿女名利财物等等等等等，你一直一直执着啊。诸位，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是讲说执着，不是否认说什么啊你没有妻子儿女啊，是你执着妻子儿女，是你执着什么身外之物啊。对，因为呢你先执着呢自身，所以呢从自身当中你会执着呢身外。我们以布施的角度呢外面的身外的布施呢叫做外财，自己的身心叫做内财啊，这叫财施，有没有？
那所以各位，所以事实上你自己想想看，从开始错了，所以呢，它为什么？它会产生一种放射状，放射状都是错的。那我们其实学佛刚开始就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是最困难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呢？有反不胜，因为你第一个观察叫什么？就刚才说的，你根本进不了。那所以，那你说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经验？我现在已经知道吗？这个呢，五欲呢皆空，我也知道呢，六尘呢非有，也就是我知道我知道身心世界，它都是如梦幻泡影的，我也知道呢，对，它都是虚幻的。但是为什么你的执着依旧存在呢？因为你只停留在理论的，所以没有用的。那各位，那你为什么只停留在理论没有用？对，因为你没有实际上把心静下来，然后透过直观。各位，直观呢就是如实直接了当去观察身心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透过这样的观察那诸位，那你是没办法的。各位，我举个例子就好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啦，比如说三弟假设你现在有个女朋友，一个爱人，好不好？三弟，那爱不爱他？爱，所以叫爱人嘛，对不对？但是叫仇人嘛，对不对啊？因为爱是叫爱人啊，改变爱会变质，所以叫什么人呢？叫个朋友。从爱人变成朋友，从朋友变成什么？陌生人。那个陌生人还不错，一般都是变仇人。各位，我一般看到的都是变仇人，不是陌生人。好，那这里我问你，假设你爱你的女朋友。你爱他什么？爱他的感觉吧。好可怕啊！爱他的感觉啊，各位。爱他的感觉。好抽象。不是，你是爱他的身还是爱他的心？身与心合在一起的状态。哎妈，身与心合在一起。我的女朋友身心分开，很会双搏，对不对？身心分开，刚刚就做了他，他说身心本来都在一起，你先爱他的心，还是先爱他的身？凡是一定是先看他这个外面的表象，或者是身啊？哦，先爱他的身。透过呢交往观察，才知道呢他内在实在是什么，不但是外在很美，内在呢也很贤惠，所以呢真心都什么啊？喜欢，真心都爱啊。好，那如果呢你的女朋友，假设就像那景天生，景天生你敢不？今天这个人平安了，哎，我平安了哈。哎，你爱得下去吗？可能有困难。应该不会爱的，所以实在是，所以爱情这些问题讨厌的。所以我跟你讲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对我讲我自己的了解。所以我表姐长得很漂亮所以呢有没有，她当然有男朋友，
结果有一天呢，我表姐发生车祸，发生严重的车祸。哇，啊，所以呢，那个高跳的皮鞋呢，啊，走了呢，啊，回到那里的皮，然后呢，这里也撞到，啊，那还好啦，我那个表姐夫啊，拖了很久还是娶她，啊，拖了很久了还是娶她。嘴巴呢很臭啊，你可以跟他，你可以跟他接吻吗？很臭了，我现在所讲的不是别人觉得很臭，别人觉得很臭，你不觉得臭当然是没问题，我现在指的是你自己觉得很臭。各位有没有观察过，当一个人感冒的时候嘴巴就会很臭，有没有注意到？当他嘴巴很臭，你就这样接吻？不会，一堆呀，不才会呀、啊，臭就什么？就对呀、啊，啊，当他的全身，当他全身呢，有没有多长疮包流脓？你会不会跟他拥抱？也是，应该是不会。好，那我再讲个露骨一点，好不好？当一个女孩子得到乳癌，啊，这个呢，哈、哦，乳房呢这里割掉了，然后子宫也拿掉了，你要不要娶她为妻？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个事实哦，都是现今的事实。应该是看跟对方的关系吧。不是还没结婚呐、啊。你若结婚了，你又无话讲啊！我即摆是讲你还没结婚啊，你讲你要以为人干，你来做。那就是要看感情的深厚了。你的感情就是心，你的心是无常。除了你的心智场，各位，我现在所讲的呢，哈，都是呢外表就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是很多人身上却有的，我们就觉得呢一直退缩了。所以当有一天呢，如果你修不进观呢，你去观身不进，那事实上你对身体就不会执着。那各位。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的身心为什么不能够过啊？事实上，你没有下去修行。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下去呢，一步一步修行，你是渐渐会破的。也就是说，你对呢，对他的身、他的心会渐渐不坦白，这是真实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做不到。而是因为你没有呢很老实下去修行，你并没有一步一步呢，对，这样往前走。啊，所以呢，对，啊、嗯，所以你的执着是永远都会存在的。那各位呢？那说实在的，所以就像我们最深破呢，我是比较主张你修呢无常观，我比较不主张你修不净观。因为无常观呢比较不会有副作用，不净观比较会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无常观只是呢，因为我观到最后知道无常，所以我不再执着。那不净观呢是观到最后很可惜，你知道吗？啊，你说我一观到最后连换都什么？脱身不去啊，对不对？啊，因为不净观呢已经呢观得过头了。大概呢，一次都在地方分，看到那情况那啥，啊，但唔见得应该嘛，嗯，
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说你应该一圣一圣的下去观，而且很仔细下去观，而且这个东西各位你都不能够跳过。一定说你要老实面对自己说，我对这个是执着的，你就不能跳过，你就还是要一直观，观到呢你不再执着了，你在观其他的。那你如果你一下子观那么多，那当然说会说实在的，那你到底观什么啊？你没有一下子观成的。那各位，那观这个的目的，观这个目的不是要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请你不要误会啊。各位，事实上呢，菩萨都是最有感情的人，但是绝有情。而是说，诸位，观这个目的是让我们呢，对，看到呢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呢，都是呢因缘的所生化，我说即是空，这是真相。那当我们明白了真相之后，我们不但呢不会懈怠，我们而且会更精进，更努力，去什么？去照顾家庭，去什么？去好好工作，去呢服务这个社会，只是内在呢一点执着都不会有，所以那叫什么？那叫做内在一点苦都没有。那如果说你透过你的观，你内在呢的积极不见了，你内在的热忱不见了，就代表说呢你的世界已经偏差，你不太懂。各位，如果你透过这样的修行，当你来夜消息的，这代表说你已经掉入空天空，有没有？你已经掉入天空，所以你才不会积极。所以我在讲说呢，对，中道中道。师祖呢曾经开示他弟子，这样开示，他这么说，他说呢，当因缘升起，不要落入呢无见。因缘升起，不要落入无，就是不要落入空。当因缘消失，不要落入有见，这很重要哦。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当这个东西升起的时候，你不要否认它没有，这样子干嘛？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东西升起，然后你说它是空，它是没有的，你不要这么说。各位，你们现在来上课就是因缘升起，对，你现在呢在工作在上班呢，事实上是个因缘的升起，不能够掉入空见否认它啊。但是诸位，但是呢因缘条件会消失，诸位你们会下课，你们会离职啊，你们会退休，我们家人在一起啊，有时候呢有新生的孩子，有时候呢有人往生。所以当因缘消失的时候，你不要说他有，当你们痛苦，知道吗？你们很苦。所以事实上师尊所讲的是真实的道理，他并没有安慰你。升起就是升起，明明就是有，消失明明就是什么？已经消失了，就是没有。难道你不承认吗？所以世尊呢就告诉他弟子说，这样的如实的观察就是中道。哦，讲的实在是很好。所以他这个中道不会讲得很深呢，不会说让你模拟什么两可，不会。那各位，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呢今天是有也执着，没有也执着，还有啊，不然就什么
啊，有呢，啊，也认为它没有，那没有，那本来就没有，你看，对，有问题。都执着有的人，啊，是为他或许呢会努很努力，但是同样的道理，他也会呢对随着他努力呢产生很深的执着。所以作为真古人，请你好好看自己，对，他也像潜龙在。那有的人呢，他对世界呢都是用灰色的角度看这个呢人世界，所以他看到人说啊，人呢有什么好看的？因为死的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啊，做事业呀，啊，到头一定是两头空的，有什么用？那所以，那这样看世界有没有？他永远都是什么？哎，都是消极。我们世界上原则上是这两种人，可你注意观察，就是这两种人。那不知道你是属于这两种人当中的哪一种人？啊，宝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啊，你讲对了，就是有第三种人，两种是吗？多有。所以我常这么讲，你要提起来，你这样才不会落空；你要放得下，这样才不会落流。这很重要。给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就是要提起来，所以我们当做天下的事，我们应该勇敢去承担所有的事情，我们有勇气，我们有责任，我们勤奋不懈，我们愿意承担了天下人的事。那诸位，这个叫做我们不落空。但是诸位，但是你做这件事，你并不是为了利啊，你并不是那个人啊，为了钱，你只是想做为无我为付出而付出。啊，所以呢，你很放得下，该功成身退，该提拔别人，对不对？当然，该拿将功劳啊，对，啊，分给别人的时候，你都放得下，因为呢，你不落流。当然，所以这个观念呢，你应该用在人生的那个角度。你的事实上，你会获得你的赞叹。当你呢不落空的时候呢，诸位，事实上你的毅力、你的付出呢，任何人都啊望尘莫及。当你不落流的时候呢，你会写得什么？啊，你有很大的胸怀，你有很大的度量。所以，事实上很多人被感叹这样的人，而且呢，啊。我们所看到古今中外所成就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特质。好，所以诸位，所以当你要去破你的身见啊，实际上就要靠你的，靠你什么？靠你愿意，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老实？你愿意先从哪里开始破？我来跟各位报告。原则上还是从射最好破，射错奖金式的射。啊，你说几万米高呢？几个没办法，怪。所以呢，对连指都没办法，啊，怎么怪？对，所以原则上都通过训练。啊，所以真的原则上都还是要通过训练。啊，举个例子，对，啊，你本身呢，你要治理天下，对，但那你要回归治国啊，治国要回归对，齐家齐归要回归修身，那修身你要回归心正，那心正你要回归义诚，那义诚呢，你就要格物致知。你看，所以从格物致知就，对不对？又往
选都不是大学的次第，所以原则上只要刚开始想说都做不到，可是你要一步一步来，你一定做得到。那你不要一下子呢，让你做不到啊，所以啊，就像我所讲的慈悲，你刚开始不是学慈悲，你刚开始先学体谅别人啊。那所以你自己要去思维，思维说什么，不能够停留到做到，觉得难，不要这样停留在这样，你应该去思维什么做得到。那天有同学问我什么，说很想改变，但是我觉得要用自己来改变，我就给他暗示，我说从你做得到的改变，老师你觉得你现在没办法改变你的脾气，你现在改变了你的根本，你现在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贪嗔痴，你现在没办法改变你的智慧，所以你要从那边下手。我教他怎么改变，我教他说哦，你困胸部了，你眼睛空干净了，你对焦心改变，这个马上你做得到，非常对不对？我把困扰跟肩，我妈胸啊改变困背变成肩，我感觉比较大。所以你要这样学，你才学得来，你要这样学，对你才不会挫折，你要这样学。你太老实，我一起做老实。所以你一遇到什么呢？对不对？最容易改，而且我马上就能改。但如果你这个马上你都能改，你都不能改，那后面就要惨的。有一天呢，我到呢我同学的家里去，那个时候呢，我才国中生而已。然后呢，我同学呢，你知道吗？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在睡觉。结果呢，他妈妈给了一句话，我听过了二三十年了。他妈就跟他这样讲：活着的时候呢，不要呢一直想睡觉，等到你死的时候，有没有？你就可以好好的睡。我靠！今天突然记住这句话，我哥就说你要被钱了嘛，不要怕你睡不够，也不要觉得很不公平啊，你都睡得很少，不要急，知道吗？死的时候也是跟好好的死。这句话就是说，就告诫各位啊，所以呢，各位要用这样。你就能够，你就知道怎么做啊！而且你们做的方式不太一样啊，你自己来去思维，去推到自己最近的，那你就可以开始准备进行它的关照，啊，进行关照。好，那各位，那身戒，各位你看心经啊，心经从色谈完之后，接着刚才这么谈啊，对，受想行识意图什么？如是，所以实际上这样讲是有用意的，实际上是告诉你说呢，你应该要从那个呗，啊，色身去下手，有形的东西去下手。如果你不从这样的去下手，你刚开始从那个呗心去下手，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包括四念处也是一样，四念处刚开始就叫你观身不净，有没有？他还是从身下手。那不然呢、啊？有一种叫安那，那就是观呼吸。各位观呼吸，事实上也是从身下手，都还是从身下手。很少跟你讲说呢，从心下手，除了禅宗。啊，观心法有没有？一刚开始呢，对不对？啊，从心下手，全凭心意用功夫，这是禅宗。一般来讲都还是从身下手。好，那各位，那所以那如果呢你的根气呢很好，你升官过，你可能就直接开悟，
但是如果你根基不好的话，色观过就观受，受观过就观想障碍人啊，所以说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就是要这样观。好，所以当五蕴观过，你的身见就是呢，你的我执，就是《金刚经》所讲的我相，才能破。这个时候呢，是会这个时候是让开始要恭喜你。但是第二个呢，叫做呢啊，戒起见解啊，简称呢叫做戒起。所以戒起是什么呢？对你标题有在很表面的字面上解释。如果你去查字典，你可能会去查到，就是说呢，对不当啊，不当守的戒。你去守那个戒，那就是错了。各位，过去有一些的外道有没有？他自己呢，对不对？有时候修一些苦行，但是这些呢是不当的。所以什么叫做不当的？所谓不当，就是跟解脱没有关系的，跟解脱没有关系，这叫做不当的。那各位，那我们就在这里解释，我这样解释。意思就是说，对，你不要去执着呢，跟修行解脱不相关的修持，大家了解吗？这是不对的。好，各位举个例子，你可以讲比如啊，撒姜啊啊，这边搓呢哈，把这个脸颊。或是拿那个铁锤有没有？放在那个刺球，往背打锤。事实上，这个有没有？这跟修行解脱没有关系，是不相干的。这都一样的道理啊。也就是说，你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哦，有时候你的修行，你那个方式跟解脱不相干。那如果呢？你一直去执着这个样子，各位事实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有的人布施，他可以开悟，但是有的人布施，他是不会开悟的。为什么？因为他对布施的知见呢不深入。布施呢，就按照《金刚经》的模式才是标准的。无助布施才是正确的布施态度，没有这样的态度，你的布施是不太正确的。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啊，就好像一天狗明天啊，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就好像说呢，对，你像外道呢，对，学牛，牛吃草，你记什么？每天吃草，这跟解脱不相干的。所以各位说，你现在要去观察一下，你现在拿的所作所为，有时候跟解脱不相干的。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禅，就叫做禅，哪来的？叫做气功禅。所以你说是学气功还是学禅？乃气如一通方法，气功禅是学气功还是学禅？所以要明明，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把禅带上去呢？所以明明叫姓名曲就姓名曲，为什么还要带什么易经姓名曲？所以你要知道哦，这个众生在玩什么把戏，你一下就知道，知道吗？不要说，哎，我跟你讲呢，你们在学气功，我在学气功禅呢，简直是笑死人。各位，你连这样的知识你都不懂吗？所以我意思说，
你学气功是可以养生的，但他干净活什么？不相干。啊，我的意思是在谈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才看过那个很多人他在修行，他修行到最后有没有？他自己呢拿捏的不太准确。啊，各位有很多的观念哦，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但是呢，你能很容易混淆，那你不容易呢哈、判别，然后呢，你就会不知不觉这个样子。啊，诸位，就像那个有个学生三四年我们有见面，他那天突然打电话找我，然后去学院呢，去学会跟我见个面，然后上一节金刚经的课就溜了，上一节金刚经的课就溜了。我说：“哎呀，你这几年在做什么啊？”他就这样跟我讲：“其实我这几年跟你做的事情是一模什么一样。”我说：“哎呀，哦，好赞叹，一模一样。我这几年很多都你跟我一样啊。”一跟我说在做，你问干他的用手机出片，我不出片。我这几年呢，都在那个道观里面呢当志工。修持，不能点点，反正一样的一样，你我讲那个，我讲讲我盖讲嘛不好，所以你要知道说呢，你有没有掉入这个陷阱，或者说你有没有分辨出来呢？啊，所以因为那如果有这样呢，啊，不当的修行啊，你应该破除。再来第三个呢，就是疑结，所以也就是说你内在还有疑，所以我们在读《金刚经》啊，后面它有谈断疑生信，有没有？也就是说，知道我们内在呢还是很疑惑的，或是很怀疑，也就是说我们对呢三宝佛法身还是很怀疑的。啊，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同学上过信心明的课。信心明呢，一刚开始就叫你要有信心，但是到最后一行他才在跟你讲，唯有开悟才是真正的信心。也就是说，当你没有悟，你的信心呢是不能真信的。各位，事实上在这里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果子没有破，有没有？你的疑有没有？事实上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产生真正的信。所以呢，各位，这个疑、疗、惑这三个都破掉，再破三劫破了，破的时候呢，你就证悟出果了。但是各位，但是证悟出果呢，还要不要来投胎呢？啊，真是要。还要几次？七次。各位为什么要七次呢？来，我讲个数学公式。因为呢，要断几劫？十劫。现在只断什么？三劫。所以还来几次？七次，知道吗？他大概是每来一次的嘛，断一劫。所以呢，假设你这一辈子证悟到出果，有没有？你还是要来投胎的。但是各位，但是呢，接着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堕入三恶道。也就是说，你也不会变成阿修罗，因为你已经拥有正知了，正见的。所以呢，你连让你投胎，不是在天道就是人道，啊，所以叫做生啊。啊，人天有没有？所以你会在这两个道，还在那边再历练就对了，再历练几次。啊，所以各位讲出国就变成宝藏，你知道吗？啊，这名额宝藏。所以杨振宇他怕别的，哎，有虽然我怀疑哈，我拿起套小，才话说贵的，啊。你要比困境强，我还喜欢出国。
了。